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如果有圣经的，请打开诗篇146篇。我们先来诵读一下，然后再来学习，再来分享。146篇这里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。你们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有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。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，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，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要作王，直到永远。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作王，直到万代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作为我们讲过诗篇，一共150篇，分为五卷。这是作为诗篇的结尾，最后的五篇叫哈利路亚颂的第一首，因为他们都是以赞美耶和华做开始的。我们刚刚读过，结束呢也是赞美耶和华，就是哈利路亚。犹太人呢，往往在早上祈祷的时候颂唱一个歌，他再次的表明上帝的仁慈、信实和公义，并呼请人不要依靠跟自己一样的同类的人，而是要仰赖上帝，就是那位帮助人，特别是爱护那些软弱、有需要及受欺压的耶和华上帝。这里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不只是叫人要赞美主，自己也赞美主，除了口唱，还要心里也颂赞。这里就说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，有一口气就歌颂主。胡适约翰在熊熊的烈火当中，寻到在火刑柱上的时候，还是唱诗祈祷。今天我有机会到捷克的布拉格，看到了一个雕塑的铜像，就是胡斯壮烈的牺牲的那时刻。周围的这些恶人都像魔鬼那样在征战，但是胡适是毅然的站立，为真理、为信仰、为良心、为上帝，即使被火焰所吞灭，但他还在歌颂上帝，我很感动。这里说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这篇诗如果是大卫王写的呢，当然很有意思，他是君王，他不要依靠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篇诗更加可能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所做的，对经历了怎么样国破家碎，或者是漂流在异乡客地的寄人篱下的以色列人，更加容易发现以及领会这个真理。人算什么？哪怕是君王，也无非是人而已。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，不要说人死的时候做不了什么，帮不了什么，就是活着的时候，就算是君王，不是无心就是无力，不是无力就是无心，甚至于
有些君王更加是狠心竭力的苦待老百姓们。可以说，良策也罢，恶计也罢，他所打算的当期一断，就都消失，归无有。但诗人说，但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以雅各的上帝而称呼啊，上帝呢是很有意思的。雅各当他被带到埃及法老面前，法老问他啊，你高寿啊？他说我130岁，又少又苦，人生苦短。他的一生，但是呢，留下了许许多多上帝赐恩给那个自以为聪明却又是错误多多，不过他已经认罪悔改的人，在圣经里面留下了许多的见证。旧约有一处经文说，你这从雅各，我开始读的时候怎么从雅各啊，很有意思。因着上帝的爱，他并不厌弃污秽软弱的罪人，像虫样，尤其是对着他而来的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绝对不会弃绝。仰望他帮助的才是真正的可靠和有用。这里说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这只是他能力的表现和他的权柄而已。但更值得人敬畏的是什么呢？他守诚实直到永远。在这世界上，非但撒旦连他的追随者也都是谎言连篇，似乎不说谎就过不了日子，成不了大事，信任危机，骗满全地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人如果有一位信实的上帝，守约的上帝，是多么的安稳，多么的幸福啊。这里又说，他为受屈的人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，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人类的历史当中啊，百姓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君王。人们盼啊盼啊，望眼欲穿，但是还没有盼到。人们从希望到失望，再希望再失望，已经快要濒临绝望了。转眼向上吧，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君王，基督才是历代所羡慕的要来的救主和君王。在主的国度还没有来到之前，上帝似乎总是站在世界上受害者的一边，他虽然恨恶恶人，但却怜爱伤痛者，他爱他的百姓义人，也关怀那些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有这样的一位神做王，作为他国度的百姓，不是非常有福吗？锡安是他的居所。诗人说，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，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。公义才能使政权坚立，慈爱才是宝座能够生辉。世界上的国没有永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公义仁慈的君王。今天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仰赖有限的必死的有罪一定会过去的世人或者君王呢，还是仰赖万军之耶和华雅各的上帝呢？你我都可以做自由的选择，但选择耶和华为上帝做王的，而且依靠他人，才是有福的。但遗憾的就是说，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一而再再而三说查不出有什么罪来，但他依照当时的惯例
在逾越节要释放一个人，那么他就把一个满面横肉的凶神恶煞的一个巴拉巴站在一边，让那个遍体鳞伤的慈爱温柔的耶稣站在另外一边，他叫他们选择。比拉多开始想他们会可能会选择耶稣，谁知道撒旦鼓动当时的百姓，其实也是今天也还有他的阴影，他们就呼叫说释放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强盗。那么对耶稣怎么样呢？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你选择什么？今天你选择耶稣做君王，还是选择强盗巴拉巴所代表的魔鬼作王，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。